我却仍然有幸遇到了恰好的他，感谢16岁的盛夏。你叫季军行？对。干嘛？这是我们班新来的转学生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夕，我转来春晖中学就是为了他，季军行。老师，我能坐那儿还能做朋友吗？想要跟我做朋友，第一，落叶得往天上飞；第二，星星掉在地上。夏天是三吗？虽然过程有点曲折，但是三件事都算完成了，我们应该算朋友了吧？有病！不好意思，又见面。你为什么在我家？来，多吃几个。嗯，吃完了以后啊，阿姨带你看你的房间啊。谢谢阿姨。妈，您说带她看房间，她今晚住着？不是今晚，是这学期。那谁呀、啊？我哥怎么还不来？等等，季先生是想给咱们家做点什么？他们提议让林夕转学到春晖中学，想证明心脏捐献给他家孩子的事儿。我们俩住在一起的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需要有6名同学来配合林夕转正。接下来由我们高二一班为大家带来工作细胞 working cell setting green。 那今天谢谢你啊。干嘛呢？所以医生到底怎么说啊？你得养好一阵才能行。这么严重？你这个脚啊，没什么大事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平时我爬树特别溜，比这更高的我都上过。明明一盒猫罐头就可以把这拧下来，你非得爬树上。你这个行走的朋友收割机，为什么非得跟我做朋友？我一看着你就觉得特别亲切。你不会刚好有伞吧？伞没有，但是多出来一件雨衣。来吧，我给你示范。拍的怎么样？然后上身就放松，这就行。你们在想什么？赶紧拍啊！啊！不拿第一也挺好。这个围巾真适合你。那你干嘛回来？因为我信了一个傻瓜的话，一个关于初雪的奇迹。我也没有想到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么复杂。他哥把心脏捐给了你弟弟。你哥的心脏不在我这儿，在我弟弟那儿。认识一下真正的奇遇奖，不是你哥哥心脏的受益人，也不是别的什么。这时候能有一首舒缓的歌就太好了。我想考京大医学院。我想去京大读书。喂，阿姨，家里出事了。高考失利没考上京大。300多名，很快就过去了。
在京大等你。季军行，新生活开始了。原来你来机房就是为了给季军行远程过生日，没人接啊？可能在忙吧。手机有了，打电话吧。喂，喂，怎么这个时候给我发视频？看他记得回复。打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就是太忙了，忙着复习考试。一个月打一次电话都没时间吗？我们不在一起，也不能同频。林夕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我在京大等你。我记得。妈妈，你快下来了，我想死了。我可就等着你回去进行霸场了。你干嘛非得是他啊？我就不能喜欢别人了？是因为你来他才来的。被人家卖了，马上就赎钱。放我下来！因为他，他是我的幸运符。你说他送了我，你也是我的。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不关心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聪明雅学姐。你就因为这个跟我生气？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？那全怪我吗？我一时间没安安心心的等你，我们都在为彼此能靠得更近而努力。林夕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哎，学长，他是谁？我女朋友，医学院的。跟你一起出来了，开心。你也吃。爸爸。你在我眼里是最帅的，最最可爱，我最最最最喜欢，想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的男朋友。我就觉得。越来越喜欢你。好点吗？有男朋友真好，剩下的时间我都会陪你走到最后。荆州纪行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自从你当了贵府生，我感觉我们俩好像在谈异地恋。这种互动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，今天你生日啊！我怎么又过生日？十八。骗人！我二十五。终于又回到这儿。汽车上挂的是花吗？我超喜欢林来的。什么这么神秘？闭上眼睛吧，林夕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希望两位新人在婚后能够做到四相，相亲相爱，相敬如宾，相互成全，相濡以沫。你说。你算不算是你找的？无所谓啊，反正多久我们就是要在一起。不是哦，感觉结婚也没什么不同。
从喜欢你那一刻起，世界上所有人都黯然失色，只有你在我的世界里闪闪发光。